说到我们国内的这个合唱团里面最能够发挥团队精神的，就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团队啊，这个团队啊，几个人呢、啊？哎，他们是三个人组合的，哇，非常非常的有名哦。来，热烈掌声来欢迎原野三重唱。一讲到原野三重唱，他们的歌可以说让人听来这个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。我们来听他们所带来的这个民谣组曲，掌声欢迎原野三重唱。来喝酒。